上次一起去丽江，骑哈雷去的，从北京出发。从北京骑哈雷到丽江。啊。下雨挺干的。一直跑着走啊。不，你感觉很好啊，相当不错。这是哪个赛道？鄂尔多斯。那我也不是我一个人，我也跟着去。我没进去吧。这车动了吗？改了吗？改了，改排气，然后改。大拧油，然后变了马力吗？没，这去年什么都没弄，就改了。来搬家，搬来搬来噻。有一个他们有澳大利亚人，有一个之前在边境在，就是你不会想到去分辨这到底中国还是韩国，脑子一时间就里面想不通了，没法。我那天我还放了一个音响在放歌，超大，环绕在我耳边。
呀呀呀，还行吗？还行吗？还行吗？问你了，超帅。嗯，我跟杨总监导演都说你今天超瘦，自己回去看回放。时候，哇哇哇，这个真的厉害了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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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动了，你不动了。
王军动了，不动我怎么动啊？好，站长再浅一点，稍微浅一点吧。对，一博别过那个树枝了。那那个头也够着呢。好了，是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树枝也撅掉，气死了。